杯，山海杯国际辩论赛辩论邀请赛得到了季军，请大家再次给予我们辩论员和裁判员热烈的掌声。下面进入比赛的第一阶段，开辩立论，正反双方各有三分半的时间陈述己方观点，但每方发言时间还剩30秒，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当每方发言时间结束时，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相信正反两方的同学们早已摩拳擦掌了。下面我们有请正方率先发言，正方一辩，请。各位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网络让人更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的定义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自由即是一种无束缚的状态。我们看自由大概有三种情况，让人不必须做某事，有权利做某事和有能力做某事。但必须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一定限制的，是相对的自由。我们只能突破束缚，接近更自由的状态。同时，网络的存在让人更自由或更不自由。网络又称为互联网，因为自网络诞生之日起，网络便将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了一起。首先我要谈的是沟通自由。俗话说得好，海内存知己，天涯望鱼。在没有网络之前，身在他乡的人们只能通过书信和电话与亲人朋友沟通。因为昂贵的通信费用，不是特别富裕的人家甚至都没有那么经济条件去与身在远方的家人取得联系，所以空间上的距离成为了人们沟通的最大障碍。现在有了网络之后，人们不仅仅能与自己认识的人、身在远方的人或附近的人轻易地取得联系，他们还可以在网上结识新的朋友，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此外，网络也可以使我们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自由了，接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二，我要谈的是言论自由。自由言论的定义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的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的陈述意见的权利。而所谓的网络言论自由，是指人多有权在网络中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网络言论自由对人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正面的价值。网络言论是一种双向交流方式，不像报纸、电视等都是单向的，只能单方面的把信息传递给观众。网络则可以让人们在从网络上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上。网络表达具有开放性，不管是谁都可以让人们从网络上传播信息，而且不需要任何物质条件和资格。随着各种博客论坛的兴起，普通人也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可以有效的传播，这样使人们在网络上可以随时随地的发表自己的言论。网络表达还具有匿名性，在网络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上，人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不用担心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接下来我方的几位辩手会陆续的阐述我方的观点，谢谢。谢谢正方一辩，下面有请反方一辩开宗明义，时间也是3分半，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康德说过，真正的自由是当我想不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做什么。可见，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一个赌博上瘾的人，哪怕他是心甘情愿的去赌钱，我们也会说他的生命被赌瘾所支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今天比较标准很简单，就是看网络出现让我们的人格更加独立，还是让我们更加依赖网络，受制于网络。我方认为网络让人更加不自由，理由如下：第一，网络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让我们
却无法脱离。网络出现给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的衣食住行全都以网络捆绑，我们的社交方式也被网络主宰。在学校里 ，WhatsApp 成了必备的沟通交流软件，所有班级信息都会在上面发布。一个学生如果不用 WhatsApp， 就如同与班上的同学隔绝。而老年人为了避免与苏贝产生代沟，也不得不努力学习使用网络。当代人无法拒绝网络，对网络说不能，因为后果实在太沉重。更何况，网络的方便快捷让人们染上了网瘾，他们拿起手机却放不下。根据资料统计，2017年全球共有1.76亿手机上瘾，是2016年的两倍。确实，这些人都是心甘情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被互联网支配的人生，被欲望主宰的人生，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沦为了欲望的奴隶，自由无从谈起。第二，网络发明提高了社会对人们的期待和要求，赋予人们更多责任和束缚，全由对方便所有。互联网带给我们便利，可是这些便利非但没有将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反而给我们戴上了镣铐。网络24小时全程无速运作的，所以远程工作可以实现，及时的回复也可以实现，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彼此的期待，也加重了你我身上的责任。过去一封邮件要寄一个月，对方回复慢了几天，我们也并不在意。可现在如果WhatsApp发出去，对方10分钟也还没有回复，我们便会装忙，我们会不停拿起手机传话。此外，因为网络让老板对下属的掌控越来越方便，因此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区隔也越来越模糊。可能翻一次跟收到上司的邮件，人们也不能迫于压力起来回应。虽然上司可能并未要求，然而同事们都会积极回复。你如果不回，只会被贴上蓝色标签。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助理可能度假时不要带着手机、电脑，不然就被安排工作任务。可要知道，在过去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很多工作只能大家聚在一起才能做。倘若你在度假，老板根本就不会期待你有能力来完成任务。可见，网络发明给予我们更多责任，让我们变得更加不自由。综上，我方认为网络让人更加不自由。谢谢。谢谢宝宝一辩同学。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的第二环节——论证辩驳环节。在这个环节里，双方的二辩和补充此方的论点，并针对对方在立论环节出现问题进行反驳。双方各有2分钟时间发言，有请正方二辩率先发反驳。Thank you.
会的固执。就像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就像如果是庄子，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控制下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自由。他即使没有更多的选择，没有更多没有网络给他们提供更多发言平台，没有网络给他让他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不受外界的控制，能够不要像这两个葫芦在水上漂一天，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然而网络使我们自己的自我主宰力变差，使我们依赖于网络，使我们不能摆脱它。就像现在，如果你的手机丢了，难道你就还能跟别人联系吗？如果你不上 WhatsApp 了，不上带你的 email 了，难道你就还能完成网上的作业吗？所以这是网络的这些刺激，网络对网络产生了一种依赖性，使我们不能摆脱于它，它受我们受到了它的控制。所以说，网络使我们不自由。第二点，对方刚才说网络使我们给我带来了公共的自由，但是我觉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公共的快捷方便吧，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短时高效。但是这种短时高效真的就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吗？原来不能上交的第二上交的工作现在马上就可以完成，原来只有在会议室里跟同事讨论才能出来的结果，现在变得在网上用Skype用视频聊天也可以完成，这样会使我们在业余生活里更加的共同工作，使生活跟工作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这样怎么会就使我们更加自由了呢？我不是十分理解。第二Skype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网络说的。下面我们将进入对辩环节，由正方先发言，然后反方发言，正反双方二辩将各有1分钟30秒的时间进行对辩，双方交替发言，累计使用直到双方时间用完为止。请双方二辩起立。首先有请正方发言。而且现在的网络上充满了言语的暴力，如果你不支持人们判死刑，网民
就会骂你没有同情心。如果你配偶甚至还有不转同情心的这种言论，难道你的思想没有任何习惯，怎么就言论不符了呢？这样，很多人还是有，但是您的方便呢，明明就说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与网络
自由。那请问缓慢思辨，那网络是每月24小时都能使用的。那如果你时常在10点这样，就是晚上8点就简讯，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你会拒绝他，还是会接受他的要求？我会接受的。那可见我们用网络的便利，不管何时何地，都被人赋予更多的责任时，都需要答应他们完成他们的要求。
可以为他人负起更多的责任。那对方四边呢也说过，他会因为学长给的一个较小的这个短信，就会这样完成他的要求，不管时间是多迟也好。那我们期待人们用，我们同时呢也会期待人们用更少的时间完成工作。原本一天内完成的东西呢，就要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回复电邮啊、短信等等。所以网络使得我们背负更多的责任，而责任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下面将进入中场休息时间，双方可各指定一位教练上台进行辅导。中场休息时间为2分钟，一人发一个问题。It's not the minority people who are fraudulently told by the internet, you agree?
it is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ho are using the internet. And the reason why the internet is makes us less free is because we are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internet. We are so reliant on the internet that we cannot actually do anything without them. So now let me ask you, nowadays, if the prisoners actually have privilege, like example, like very nice facilities, even getting these electronic devices, they have no chance of entertaining themselves. But does that make them more free? Okay, 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later, but right now I'd like to ask you, I'd like to point out the point that the world is going towards a technology age, and we should not say that we are controlled by the internet. We should try and adapt to this new age, because not only that this brings us more convenience, it also helps us in a lot of ways. For example, what my third speaker has pointed out just now, which was that the internet brings us a lot of convenience. However, you guys equate that to the internet enslaving us, which I do not think is right, because we still do have our own lives. If you think that the internet enslaves us, then why do you spend WhatsApp, Instagram, and social media? And the thing to say that we have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We are forced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Now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integrate. You say that internet provides more choices. Prisoners, they have more choices of integrating themselves, but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to be free, because what they want is not to be enslaved, it's not to be kept in the prison. Can you answer my team question? You said, believe that. You think that freedom is subjective? The reason why we ended up in prison was because they did something wrong, but that was on a voluntary basis, because it's because they didn't treasure their freedom, because they were irrational. That's why, because of their freedom, they did something wrong and they ended up in jail. Do you think that freedom is subjective? Of course, freedom is subjective. Well, if freedom is subjective, then I think I'm free. You think you're free.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today? So today, we need to see freedom as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So can you answer our point? Whether prisoners, they are actually free, even though they have so much choices. Of course, prisoners are not free, because physically they are being contained inside a cell. However, they are given sweats of freedom where they are allowed to go out into the field for like, I think, an hour a day to play. And you know why their freedom is taken away? Because they did not treasure it in the first place. When you do not treasure something in the first place, you will lose it. And to add on to your point, if prisoners are free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of course they are not. The internet does not give you everything. But it's just become, the internet has always been there, but right now it's just becoming a bigger part of our life. And no, we're not enslaved by the internet, because I equate the internet to something like fire. You can either be its master or you can either be its slave. It's just how you treat it and how you want to view it. You only have to give the number of choices does not equate to freedom. Therefore, just like the prison, the number of choices given to the internet users does not make them more free, because they cannot escape from the internet. So can you answer my next question? Today, a person without WhatsApp or Instagram to connect with their friends cannot socialize with them normally. Do you think they cope well in life without the internet? Answer your question, of course I do. And by the way, all of us can survive without the internet. My first speaker has had her phone taken away for like a year, and you survive. She's still here, and she can socialize normally. A lot of people can socialize normally, it's just that the internet brings us more convenience, so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faster. If your teacher assigns homework online, so you won't, because you can survive without internet, so you won't go online to do your homework. Okay, so to conclude, like what Joe said, you guys just kept harping on the idea that we need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because the internet is so convenient, it helps us like socialize with a lot of people. But exactly because we are actually adapting to the internet and not the internet adapting to us, it is like the fire. We're not controlling the fire, but the fire is actually controlling us. So in this case, you can actually see that because we are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internet, we are being manipulated by another thing. We are not completely free from ourselves. We do not have our own desires. We cannot fulfill our own desires independently. We cannot think independently because we are crashed. We have too much information flooding into our system. We cannot see the different things around us. We don't actually have a choice because we actually have to rely on the internet. And also, if you do not use the internet, you cannot finish the homework that your teacher published online. So you must, you have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and you are imprisoned by the internet. We have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We are forced to adapt to the internet. We are already prisoned by the internet.
Just now you also say that the audio, the internet and the audio distribution work for your fingers, but it is one way to promote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 despite being busy and resting. 将使用华语。
想达到保持遨游若泛舟无系之舟的境界啊。庄子没有汽车飞机让他跳得更快，也不需要诸葛教他如何跳得更有为，因此自由是内心不受牵绊，他已经做到了。所以自由与否不在于自己拥有多少选择，生活质量有多高，有多方便，而是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满足，愿意放下。自由与你所有的东西并没有关系，你主宰人生，拥有独立人格才是自由。如何网络就利用这种满足欲望的方式奴役你、控制你，这就是为什么现今有那么多人玩手机玩上瘾，不刷屏你就不是很自在。佛陀也劝世人放下一切执念，才不会为任何事情牵动自己的情感。执念越少，执念越浅，则就越自由。我们对网络的依赖就是执念啊。就比如说，我对金钱有执念啊，我放不下金钱，我会做一件事情才要赚到这些钱。所以其实我的生活已经被金钱支配了，就像你给我很多赚钱的方式，问题到底有多方便，但是我的生活已经被金钱支配了。那这对网络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网络世界的强大的吸引力和方便，让我们产生依赖性，让我们产生执念，我们的生活已经给网络支配了。好，最后面我刚刚有说网络的快捷带给我们方便，这种网络的快捷其实纵容了老板要求员工马上做事情的那种行为，我们会开始期望自己或身边的人快速完成事情，加上没有必要的负担，约束人的自由，我们反而成了高效率的奴隶。对方也说到网络应变刚刚其实有说到网络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冲击，我们思想会更开放，网络确实给我们很多冲击，就因为这有这种便利，反而让人不加以思索，并且并可以得到想要的信息，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和选择信息的能力，反而变得更不自由。对方辩友也说，网络带来言论自由，这是一种假象啊！如今网络的快捷化导致人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被约束，就是相互动嘛。我们都是因为害怕被expose note， 所以我们就什么做事情都很小心翼翼的，大家害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情瞬间在网上爆红，因此出门小心翼翼，在社交媒体上也不敢随意发言。其实对方没有跟他并没有纠正为什么我们的观点，或者为什么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所以其实我们论点都是成立的。总的来说，自由是有信心，他拥有多少并没有关系，那只是在个人是否有能力放下，是否有能力说不有关系。现在网络太方便的也是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中心，让我们无法拒绝，因此我们要纵观世界。
问就是，好像不知道哪一个辩手有说心甘情愿不等于自由，所以其实我的理论就是说，那你可以自我主宰，不是你就等于自由，是你说心甘情愿不等于自由，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那到底如果是让我自己，我自己决定去做这些事情，那到底是我自由还是我不自由？可是我知道你后面又有说，自由的时候，很多时候像刚才的一样，是有，是你被害影响，或你被他潜移默化的控制，于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再加重阐述一下，因为他到最后才出来，才补了说前面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双方同样的都需要再加强的地方是，怎么让你们双方的论点在接下来的辩论可以更灵贯的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出来。然后看接下来的评审。那我觉得就差不多，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在我印象中特别深的就是说正方这边，就是有好几次你们对于反方的反驳，在我看来都特别对。但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在于，像刚刚那位学姐说的，你们只是点了一下就走了。像我这，像那个反方就是特别重了两个点，一个点就是依赖是不是就等于不自由？第二个点就是他们就是你们也没怎么打到他们说的那个上属老板对下属的控制。就我记得正方好像忘记是哪位辩手了，都有说到，第一个就是问到他们网络是不是等于不自由，然后这个问题被对方刨掉了。我们在接下来的辩论里面就没有人再追这个东西了，所以在就至少在我们听起来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反驳到的。其次就是好像也有说到说那你这个比如果这个老板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工作狂的老板，你就算有没有网络，搞不好人家就是还会去敲门找你工作，就这个根本就不跟属于网络。就是我印象中你们都是有反驳到，但是在后面就是没有让我们更加的加深这个印象。所以好像整个立论就是你们在一辩的时候那个立论的那个框架是好的，但是像刚刚所说的就是后面的对于你们反驳的加深跟你们自己立论的加深都不太够，以至于好像整体的体系好像不太完整。然后刚刚的就是反方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你们的框架是对的，但是就是有时候就至少让我听起来是因为你们特别相信自己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们说话就是比如像那个他们就是太过于依赖了，他就是让我不自由了。在你方你们就是四个可能已经讨论的特别久，对这个东西特别的相信，但至少在我第一遍听起来我就会第一个疑问就是那我是不是依赖什么东西我就被他控制。这是我在问你们问题的时候你们才提到哦这个自由是相对的怎么样，但是其实你们在第一遍说的时候我听起来是不办这个点的。所以对于这种就是你们需要去在自己框架里面需要去阐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在更前面的辩论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不然的话在我听起来就会觉得你们就一直好像霸道的在说这个东西，就接受度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一点。我觉得我想说的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刚才你俩这边讲就感觉反方的那个框架还是一个相对完整一点的框架，而且我觉得它的完整在于就是说他们这个点很难反，比如说依赖性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四位辩手还是都同意的，就是我对网络的这个依赖性是更强的。所以我在想说，那如果我作为正方的话，我会怎么样处理他们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依赖性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有共识，而且大家都觉得好像依赖更多嘛，就更不自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把自由和依赖连到一起，其实我对反方这个处理非常的巧妙，但也与此同时也有一点霸道，我觉得，因为你去想，如果要是自由的，就是依赖的话，就是自由的话，那我们想想，就是就像刚才评委提问的那个问题，就什么东西会让人更那什么东西会让人更自由？就是什么，就只要一个东西，它只要产生，人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依赖它，要么不依赖它。如果不依赖它的话，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那你其实并没有让人更自由。如果要是依赖的话，只要这个东西很好，只要我开始去依赖它，好像就已经在它方的那个论证底下了。所以说在反方这样一个论证框架下，是没有一个外界的东西，或者没有一个外界的物质会让人更自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一个东西只要有用，我就要依赖。比如说空调，它我发明了以后，我现在开始每天开空调了，那我就会依赖按照它方的论证，那就不自由了。所以说，所有的外界的东西哈，在它方的论证之下，就要么就是你要去依赖它，要么就对它对一点用都没有，就
是你可以抓出来说的，就当你把这个大道抓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评委是会明白，哦，好像只是单独的把依赖等同于更不自由，好像这样的一个框架是一个不太合适、不太公平的框架。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正方可以下回走的一个途径，去反驳一下刚才。